在今年三月的时候，行政院已经核可了说大专院校兼任老师的终点费要调涨16%，那要从今年的8月1日开始实施。但我们却从现就是这段时间不断的接获非常多的兼任老师来跟工会反映说，他们去询问很多私立大学的校方呢，到现在呢都还是不愿意去公布终点费是不是要调整。那甚至我们还听说，事实上有非常多的私立大专院校有打算要联合不调涨，有这样子的联合行动哦。那我们是召开这个记者会，是要严厉谴责私立大专院校校方这样子的行为。我们要强调说，事实上，这些大学兼任老师这21年来的终点费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调整。兼任教师终点费啊，21年没有调涨啊，实在是台湾高等教育一个莫大的一个问题哦。这一套现在沿用的终点费基准啊，竟然是自啊郝柏村1993年卸任行政院长的时候发布的，沿用到了今天，沿用20年，从郝柏村卸任以来到现在，中间换过多少任的行政院长、教育部部长，终点费始终没有调整。纯兼任就是没有其他学校当专任老师，也没有业外的收入，就是没有去做其他的专职的工作。那像这样子的人在台湾现在已经有8000多个啊，台湾160几所大专院校里面有8000多个啊老师是纯兼任的老师。那而各位刚才看到的那个表上，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大学，尤其是一些啊私立大学，为了节省人事成本，不愿意聘用专任的结果是大量聘用兼任啊，所以呢现在的人数啊都已经飙高到啊非常高的比例，就是。甚至于在前一阵子的这个媒体的这个揭露里面呢、啊，根据这个教育部自己的统计，兼任老师兼任老师在教学领域所开的课程的人次是远高于啊专任老师，远高于专任，也就是实际在现场教学的，其实兼任老师的比例是占得非常高啊。我们会看到啊，前面的这时间呢、啊，包括辅仁大学、中国文化大学、淡江大学、长庚大学、逢甲大学、明传大学。中国医药大学、南台科技大学、台北医学大学、高雄医学大学，这时间全校教师人数最多的学校，往往也大概是兼任教师人数最多的学校。他们啊，过去这边一个表格的一个数据啊，这边的数据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每学年度收支余处吼，就是每一年学校的盈余，这是根据学校委托会计师查核。公开的报表，在101学年度公开的报表，每间学校的报表，这十间学校啊，几乎每年度的收支余处盈余都达到1亿元以上。辅仁大学是1亿2000万，中国文化大学也有7700万，淡江大学有1亿6000万。他们说财务有困难，他们是聘最多兼任学校、兼任教师的学校，他们财务有困难吗？没有困难，他们每年都盈余1亿多元。如果要调涨兼任教师的终点费16%，他们要多花多少钱呢？就是聘雇最多兼任教师，聘雇1116位兼任教师的辅仁大学，他每年也只要增加的成本是1200万而已，占他们的每年的收支余处不到10%，只有占9.4%。换言之啊，他们每年度的收支余处是他们的要增加可能要增加成本的10倍以上。高雄医学大学最极端的数据，他们的收支余处达5亿4000万。他们如果要为兼任老师增加16%的薪资，只要付出的这个成本啊，只要是160万元而已，是他们的收支余处是他们的这个要增加的开支的300倍。这些学校明明非常财务健全，非有来自绝大多数是来自于学费的收入或者他们业外的收入。居然是这样子剥削，继续克扣我们兼任老师的薪资，我们认为非常不合理。再者，我们还看到两间，我们今天特别整理了两间学校，是由啊前教育部官员担任私立大专院校的校长的学校，一间是南华大学，一间是佛光大学。南华大学的现任校长林聪明是前教育部次长，佛光大学的现任校长杨朝祥是前教育部长。这两间学校啊。明明是由教育部官员转任担任校长，居然也不执行教育部公告的调涨
终点费的政策。今年四月呢，公立大学呢其实已经发了公文，告诉我们就是在八月开始他们就会调涨薪资，也就是呼应这个教育部跟行政院的公文。但是截至目前，我们所兼任的这些私立大学并没有提出，或者是有给我们这样的公文，所以我们强烈怀疑他们其实已经有一个默契，并没有打算调整这个薪资。那可是根据就是说今天私立大学它可以做这样子的一种选择性不调整薪资哈，实际上是来自于就是一月底的时候，教育部跟行政院他们所提出、他们所发的这个公文，就是告诉就是要求这个公立大学一定要调整薪资，但是他给予这个私立大学非常大的自主性，就是由他们的财务来选择可不愿不愿意让这些兼任老师调整薪资。但实际上我们觉得这个政策是非常矛盾，也就是说为什么你在针对就是兼任教师薪资的调整这部分，在面对公立大学的时候你可以很正视就是教师他在这二十年他薪资不调整这个问题，可是你面对私立大学的时候，你居然是考量是这些学校的财务的问题，而不是考虑到教学主体，就是教学主体就是教师。那实际上这就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让我们认为说在公立跟私立大学这边任教的老师他有被阶级化，甚至是公立跟私立大学这两种学校他被阶级化的这样的可能的结果。我兼20堂课21堂课这样哈，那一个月如果有上课的期间，一个月收入大概是5万多一点，那可是因为在三个县市跑啊，交通住宿扣下来，一个月要扣掉12000到16000，看情况啊。那所以实质的收入可能只有3万，大概4万多一点，39000多，大概。我们只有9个月有收入，就是有教才有，没有教就没有，寒暑假是没收入的。所以如果说再拆成平均12个月的话，我们没有年终，没有绩效，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是纯终点费。那你想想看，再除以12，那就更低了，大概只有3万块出头。事实上，我们今天要求说，兼任老师的终点费应该要合理调整。我们认为这不只是影响到兼任老师的基本生活能不能够维系，事实上它也影响到说，究竟专兼任是否同工同酬，以及它对于我们大学教育品质是不是能够维持这样的教育品质，是不是能够改善教育品质。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强调说，这21年来，事实上兼任老师的终点费在没有任何调整的情况之下，我们发现说大学的校园内，它已经有很严重的，就是在聘雇上面有所谓的这种非典化、弹性化、低薪化的问题哦。我们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到，根据官方的统计呢，在2001年的时候，所有的大专院校有40000名的专任老师，25000名左右的兼任老师。但在12年之后，因为这12年完全任何薪资没有调涨，我们可以看到专任老师大概只有维持在49000多名，只有小幅的成长，但兼任老师却已经大幅的成长到45000多名。专任老师的涨幅大概20%，但兼任老师却成长了90%。那我们认为说，教育部如果持续放任这样子专兼任严重的同工不同酬，放任说这样的聘雇呢持续的继续的弹性化、非典化、低薪化，我们认为这样子会影响大学的教学品质，会更加的恶化，那这个情况一定会更加严重，到时候受害的不只是兼任老师的薪资权益，它还包括整体的大学的教育品质跟环境。